北京时间9月14日，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官方公布了八月份的最佳进球，多特球星维特塞尔在面对莱比锡的倒钩破门成功当选。8月27日，2018-19赛季德甲联赛首轮，多特蒙德坐镇伊杜纳信号公园球场迎战莱比锡。第42分钟，多特开出角球，德莱尼的头球被门将扑出，维特塞尔倒钩补射破门，多特扩大领先优势3-1。